竖画，微微的向左，略有弧形，但不要太大。横得横细手粗。这两个的话，对上面的小，下面大，有大小的变化。这个窄一点，这个宽一点，宽窄的对比。横画要低于左部。竖，这里要写的细一点，不要太粗。横折钩，横细竖粗。到这个地方顿一下，向下。这两个有粗细长的变化。最后这个竖画用悬针竖，略微长一点。左部的话向上靠，这个竖画突出向下，间距基本相等。